这里是一个顶楼加盖的铁皮屋啊。现在业主呢担心说，这个铁皮屋跟墙面的接角处，以后生锈啊，容易又漏水进去，希望我们能够再帮他补墙一下。这一圈，这个铁皮屋的接角处，怕未来啊，这个铁屋会生锈，然后造成底下这边漏水到屋内这样子，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铁皮屋这一圈的下方与接角处全部涂好防水。好，谢谢。